合肥市到2020年年底已经实现主城区公交线路纯电动化，目前运营的线路有282条，约3600台车辆，每年的碳排放量大约下降4万吨。智联网联汽车这一块也是一个发展趋势，目前为止我市啊已经有部分车辆在进行路试测试。从原有的加油站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增加了充电、换电、光伏等综合的一个能源的补给。然后呢，现在目前呢，站里面这个充电位有142个，